是管理统计中心哦来做发表。因为咱第二届哦，咱第二届西丽好西丽跟歌唱比赛哦，我们募到的近几万张的发票。我相信讲，这发票对着咱这囡仔家扶中心有帮忙，一定有帮忙。他们是弱势团体，我弱势团体，特地吼咱呼吁，特地吼咱大家来安尼吼来照顾，安尼来个帮忙。高数西丽的高数吼，西贡伫个。对着咱这个爱心这方面，拢未输人，真正不输人。我办，阮西丽建国所来咧办活动，我拢一定针对着这个发票，或者你发票来到时候共这弱势团体，哦，这是西丽建国所阮团队，阮的团队一心，就是要来照顾。哦，所以讲今仔日办发票来给咱的家扶中心，我们这些弱势团体，西丽建国所阮团队感化，我感觉。足高兴的，真正足高兴的。希望吼，大家会当伸出你的双手，吼，大家同齐来甲咱的弱势团体斗相共、斗帮忙。